你说你绝不能待在这儿，万一让邓家知道我们以前的关系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妈回来了。嗯。干嘛呢？嗯，没干嘛。哎，一会儿那个佳佳放学，你去接她一下啊。啊，行。哎，凌晨，你给妈看看，妈穿哪件衣服好看。干嘛呀？相亲去啊？相什么亲啊？高中同学会。你们还有高中同学会？就许你有研究生同学会，妈就不能有个同学会是吧？能。哎呀，给我看看穿哪件。黑的。太死板。他右边那个。亮丽。太花了吧？不花，你先过去看一眼，你试一下。行，挺棒。林觉，哎，从刚开始你就是好，你找谁啊？没找谁，同学很久都没见了，好多人都认不出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小咱们一届的王悦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有听说过你的名字。那个，你好像是在东莞那儿做涂料生意的吗？好，希望我们将来有项目的话可以合作。好啊。对不起，那个我先忙一下，一会儿过来给你吧。啊。坐啊！再见，好。看什么呢？没有，没看什么。别蒙我了，你一直是心不在焉的。要不要啊？过去聊一聊，打个招呼。打什么招呼啊？我女儿才刚结婚呢。这事儿啊，就你不知道，她现在可是孤身一人，她丈夫的公司已经破产了，人也突发心脏病啊，走了。当年你可是爱他爱的要死要活的，有没有兴趣？要不然再交往交往。你看你说的，好了，过两天打电话联络啊。哎，再见。尝尝我做的鱿鱼。哎，我先尝一下。尝尝。我也要尝。你也要尝。行行，先给你尝一下。小心烫烫烫烫烫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好吃。好吃好吃。我先给你吃。好吃，多吃点。您这手艺可以啊。你还不看谁的儿子？那我
多，我还要。我还要啊？那趁你妈妈没有来，你再多吃一块，再多吃一块。嗨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哪有天那么高兴，跟捡了钱似的。当然高兴了，比捡了钱还高兴呢。哎，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说那摄影师，终于答应跟我们合作了？就是那个特别固执的呀。就是他。这下我的工作可以保住了。哎，明天请你们吃大餐啊！哇，西餐，好好哦，是应该庆祝一下，吃点好的啊！哎，就在我们酒店的西餐厅怎么样？哈哈，姐，你这是要大出血的节奏啊！那是。哎，可惜我去不了啊。为什么？我明天得实习，外面待一天呢。啊。那你可没口福了，到时候别怪你姐啊！下回我再宰你。嗯，佳佳，明天请你吃牛排。啊，我要吃牛排。哦，嗯，哎，尝尝我做的鱿鱼。好啊，我先洗洗手。别客气啊，多吃点。谢谢奶奶。奶奶，你光顾着他了，那我呢？我疼张扬，不就疼你了吗？我又没疼外人。哎哥，嗯，咱们酒店的宣传册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呀？我好几个朋友管我要里面的优惠券呢。哎呀，你不说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。没关系，明天呢我就去找那个林叔林经理。好，林叔，是那个他们家破产。他爸爸死的那个，对，就是他。哦，我好像听你们说起过他啊。你这丫头挺可怜的，她那丈夫呀也不是个东西，他们家离破产，那老公跟她离婚了还。是吗？还有这么可恶的人啊？对啊，在古代啊，这种男人就叫陈世美，早就不知道被砍多少头了。吃了吗，张扬？啊，是。他的命运是很坎坷，但我觉得他并不妥协。他工作还是非常认真的。太厉害了，姐，这你都能搞定啊？那是，要不怎么能当你的领导呢？你怎么搞定的？你赶快传授一下经验。嗯，无可奉告。啊，你不会用的是美人计吧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喂，你好，宣传部林叔。哦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企划部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张经理啊？张经理，她是邓总的女婿。哦，就是她呀。嗯。哦，是该去给人家打个招呼的时候了。等着我啊。嗯。走。张经理你好，我是宣传部经理林叔。好久不见。是你？是我。
你不是去美国了吗？我也回来了。你是邓总的女婿。是。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做同事不太合适。 这5万块钱，你拿着找工作用。什么意思？想让我辞职？张扬，你曾经抛弃我，一走了之。这么多年，我自己一个人苦苦奋斗到今天，你现在回来了。 一句话就要让我辞职？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其实我这一回回来，也想看看你，希望你是想看我吗？是想回来继承你岳父的家业吧？ 干嘛呢，在那？你怎么来了呀？你这刚来上班，所以我给你带束花来。嗯，真香，谢谢。你怎么了？刚来公司上班就骂下面的人了？没有，没骂呀。你还说没有？看到刚刚那女孩出去的样子了吗？你还说你没骂？哎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她那资料啊，整理的乱七八糟的，还少了几份，我就说她两句，没骂。 叔叔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佳佳。